后的脚，我的心将要再度回来这张麦块版本的豆子地图。但是有点不太一样是，作者又做了一点更新。从这画面中可以看到作者更新的成就系统。没错，经过几天的搜寻，我终于知道当初我是从哪里载到地图的。所以这次我们就可以来回答一些小星星的问题啦。像这位 Cookie Bobo 问到，游戏作者叫什么？就刚进入到这个游戏中，作者有给我一本创作之书，像这个英文版本写到：欢迎来到我在麦块中重新制作的 Doors， 我是 A Little Steer， 这就是他的名字。他还写到：如果你愿意donate，我将不胜感激。看来这位用心的作者挺需要大家的支持的。如果我没弄错，上一集我们定的目标是1000个喜欢，而我也记得就在短短几天内就达到了。所以看在你们这么喜欢这个系列份上，如果这张地图之后更新，我就再拍哦。这边有另外一位小星星 Precious 他的留言：好怀念星以前拍片的那种感觉，但现在也很棒。星还会回来风群模拟器吗？说到以前拍片的感觉，其实在6年前阿星刚开始做这个游戏实况，一开始我把剪辑好的影片拿给我朋友看，问他说他觉得怎么样。我的朋友们跟我说，你的风格听起来像是在自言自语，不是在对着观众讲话。所以我有点好奇的是，这位小星星怀念是当时的阿星吗？如果你们真的那么怀念的话，之后阿星要不要找一集来恢复以前实况的方法给你们看看呢？ Don't do that. 我不确定会不会比较好，但我肯定需要时间熟悉一下啊。对了，我想已经有人发现了，在这里有个箱子，里面有很多的小麦。没错，这是要拿来喂我们的小 Jeb 的。好啦，我知道你已经等很久了，这边都给你，自己捡去吃吧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其实啊，你们今天会点进来，应该都是因为看到标题吧。今天我就要用十字架把麦块豆子当中的所有的怪都抓一轮。其实不瞒各位啊，这部影片我花蛮多时间做准备的哦。那至于我准备的东西，待会会给各位看哦。OK， 那这影片正式开始之前，如果你喜欢阿星拍更多的 Minecraft Dolls， 请别忘记啦，帮这影片先留下个喜欢。哦，对了，我绝对不是因为要拍恐怖游戏，所以特地拿了13个小麦在手上，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啊。既然都拿了13个小麦，那我们今天喜欢目标数就来定个1300个喜欢吧。当然，如果可以很快达到，那之后我就再拍多一点的Minecraft影片给你们看。之后我应该也会找一些模组，甚至可能自己盖个地图给你们看一下。那么我就要开始这一集的冒险咯。小血本，你要跟我进电梯吗？如何？一起进来吗？跟我一起出发？那这个电梯究竟会不会载着他呢？哦，不会，哈哈，我直接被传送走了。那没关系，就让这个小麦成为小血本的精神陪伴着我们吧。我们直接跳过起始音乐，来到大厅。在这个地方有提到我刚才准备的东西，我已经把它存在里面了啊，差点忘了，这很重要，它就是十字架。是的，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目标就是要抓到所有的怪，所以我提早准备了十字架。此外，为了方便，待会我抓过怪之后，我就会从头开始，再回来拿这个十字架，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。那我们就出发喽，一号房 ，Let's go。哦，对了，为了方便，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捡点钱啊？但也是一样哦。为了更好的观看体验，剪前的画面我会尽量把它剪掉。五号房有东西吗？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边刚好有一个虚假的门 dupe， 那我们就尝试把它抓起来吧。我用个全萤幕，这样你们会看得比较清楚。Nice， 抓起来了。虽然整个画面都在墙壁里面啊，但至少我们已经抓到第一只了。好，我们再度出发。这次一样，我还是会搜刮柜子，也会把十字架领出来。走喽，来抓那些尸体喽！哎，太好了，维他命。哦，我遇到蜘蛛了，我被蜘蛛咬到。哇哦，这是我玩这个游戏这么久以来第一次遇到蜘蛛哎。12，我这居然可以来个打火机啊！有打火机，我就不用怕黑暗了。哎，又有一个维他命，太好了！哎，听到怪物的声音，是什么？是 ambush 吗？哎，应该是吧。这个声音，来喽来喽，我们要准备把它抓起来喽 ！ambush！ 哇，指甲把它脸都照亮啦！哎嘿，把你抓起来，看你的脸还绿不绿得起来啊 ！Nice， 我们成功抓到 ambush 啦。但这房间这么暗，哦 ，ice 哎、欸，OK，
看来他就是我们下一个要抓的对象了。第三轮，一样，我们的幸运铃总是要敲一下啦。打开一号门。哎，不是吧？我在这里面居然找到一个十字架，也太幸运了吧！我可以一次拿两个吗？哎，不行哎，我这样十字架会被我丢在地板上啊，所以我要把它放在柜子里面，然后再捡起另外一个，是吗？那如果在其他柜子里面塞十字架，我再回去拿呢？哎，可以这样哎，太好了！打火机 ，nice。这样我是用接力的方式把十字架收藏起来，这样我就可以有两个十字架了。虽然流程有点复杂，但没关系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作者很用心哦。如果我们今天隔了两个房间还是三个房间，前面的房间就会不见。这做跟原版真的很像哎。好，我们来到九号房。哎，我先把一个十字架丢在这好了，再拿另外一个走。哇，会不会太勤劳一点？哇，为什么作者就不能让我们一次拿两个十字架呢？如果可以同时拿两个多好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刚才是不是离开这个房间，钥匙就不见了？我再试一次。对耶，作者好细心哦，连这个细节他都考虑进去了。好，开门。十五号房是对的。哦，闪灯，闪灯。这个声音应该是 Rush 吧？没错。嘿嘿，他要来了吗？我已经拿在手上了。来吧 ，Rush， 接受我的审判吧！哇 ，Rush 亮起来了，升天咯！哇，太棒了，我们赚到了！因为这个柜子里面还有个十字架，这是我们刚刚辛苦慢慢搬运过来的。像我们大家如果遇到 Halt 或是 Seek， 甚至 Eyes， 我们都可以再抓他一次哦。哇，如果可以再出一个十字架，那该有多好！哎，真的被我捡到，哈哈，又多一个十字架哎！哇，这也太好了吧！把十字架放进去，要来搬运这个十字架了。哎，钥匙在这，为什么是金色的啊？好亮哦，跟之前不太一样哎。哦，找到我们的目标啦！来看看，我们有两个十字架，没问题。我们先把 Ice 给抓起来吧，忏悔你的罪过吧，升天时刻。他也是沉下去哎，哇，所以他是下地狱了吗？二九，这时候是不是该祈祷，能不能再出个十字架？哎，闪灯闪灯 ，Oh my God， Ice， 这里没有柜子，我不要浪费，No。我躲到房间里面好，还是我躲到床底下，先听一下声音好。来来了，躲起来。OK OK， 灯暗了，他消失了 ，Nice。哇，我不想要浪费掉这个十字架、啊。哇，居然有蜡烛哎！我刚才 Squish 出现的时候，这个蜡烛是不是暗掉啊？哎，没有哎，蜡烛还是点燃着。所以这蜡烛到底有没有用啊？哎，又闪灯 ，nice， 解掉这房间谜了。35号房好暗哦，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奇怪的暗房？之前应该没看过吧？啊，是因为待会教育要 seek 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审判长廊到啦！我们这次大目标 seek， 一开跑我就把他抓起来啦。来喽来喽，追逐战！被封印吧 ，Seek！ 呜呼！哦，那个电子变红色，然后继续往前进。啊！哈哈哈哈！意外的 jump scare 好单调。Let's go！ OK， 新的一轮又开始了。哇，那我还是不要捡钱好了，因为我本来想的是，如果我在前期遇不到 ambush。那或许进了52道门后，我就可以再买个十字架。但依照刚才经验已经告诉我们，其实根本不用那么费心做这件事情哦。运气好的话，抽屉里可以找到好几个十字架。哎，000号房里面会是什么？哦，跟刚才一样，这是虚假的门。Oh my！ 哎呦，这次小舅舅自己进来嘞，我都没有带你喜欢吃的食物，你就自己进来了，糟糕了。总共有两个三号房，
听到这个有低男声，这是作者失误吗？居然给了我两个一模一样的房号哎！依照我们之前的经验，在前面的房间也是有机会遇到 HOT 的，只不过这需要碰运气啊。哇，像我们这次就遇到两个解谜房哎，13号房，哦，遇到 Ice 不理他， 14，我闪灯了 ，Oh my god， 这个会不会追很快啊？15号房，哇，他如果要进来以前，我就躲一下好了，在这里解决他。哎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声音？有点怪啊。然后刚才是同时出现两个 rush 吗？若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运气也太好了吧，直接抽到连续两只 rush。25号房，五闪灯了。26。27，干脆拉来追我好了。28，哎，我还遇到了，各位，遇到后的啦！呜呼，直接抓起来！哇，原来那个魔法真是月亮哦。只是 Rush 会不会冲过来啊？哎，没有哎 ，Rush 居然消失了。这么说起来，我们好像只剩两只没抓到，对不对？一个就是 Screech， 另外一个就是 Figure。希望这次可以很快看到 Screech 啊。出 Squish 的条件只要有暗房就行了。哦，有，马上遇到了。来喽 ，Squish 你在哪里？这个角落会不会出啊？他不晓得暗度多少才会出现。哎，有，出现了。哦，他攻击我的时候被封印了。哎，怎么可以乱动啊 ，Squish？ 下去吧。哎，他不是下去，他直接消失哎。为什么 Squish 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啊？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只剩一个对手没抓到啦，那就是 Figure， 让我直接冲向50号门吧 ，Let's go！ 49号房，来柜台这里翻箱倒柜一下，呜、哦，我又再度遇到蜘蛛了，好了，直接进来啦，哇 ，Figure 这次动画变快了，我、哦、天啊，他狂奔哎、欸，这样我们真的有办法闪得过他吗？我本来想说控住他之后呢，待会我们就直接来解个谜，这样搞不好会直接被他抓走哎、欸！哇，他直接朝我冲过来 ，Holy！ 哦，这个链子断掉了，他直接冲过来了，哇，被他秒掉啦，连躲的机会都没有啊，各位！我在影片结束以前，让我们来看一下100关的通关动画吧。因为看起来作者有更新他的动画，哇，虽然说跟之前差不多，但是这次动画看起来比较顺畅了，所以或许是因为作者之前没有做好优化，所以剧情才会看起来超诡异的。这一小段又不动了，这段依然在表达电梯自然下降 ，Figure 在外面只能看着我们。这次看起来真的好多了，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切几个视角，那关于这张地图，作者好像还有想法说要做出真正的修改器，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成功，但我个人有点兴趣的是想要看看在麦块当中的 A1000 房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兴趣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哦。OK， 那我们的 DOS 差不多就游玩到这里结束啦。谢谢您的收看，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请别忘记帮我留下个赞。有想看多还没订阅，也不妨考虑订阅一下这个频道。那么最后最重要当然是，不要记保持正面能量。我是文心，我们下部影片再会，拜拜。好啦，给你吃，不要这么贪吃好吗？会胖哎、欸，拜拜。